老汉一米九。Nice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。上一期我们去了动漫新城，哎呀，肯定就有评论在说，那动漫新城太坑了，为什么不去小西关看一看呢？是吗？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小西关呢、啊。好，听说这个动漫小西关啊，原来是岳父广场的一些店家他们搬过来的一个新址啊。前世今生，真的。小飞，出发。柜子都是，天哪，好厉害，都是魔人布偶，而且各个版本的，我没见过，我第一次见，说实话。有镜头的告诉我们。真的，感觉已经还是挺震撼，挺震惊的。好强啊！这张后面这张也是签名。嗯。它真的好强，后上面那个也是签名。哇，太猛了！真的收集的好，那个也是后面的背景。我说这个东西能买几套房？太夸张了吧？这也太全了吧？他这家店卖的贵了，它看起来比东西大。这边也是 SIC。哇。这边。法爷，对，我靠，好猛啊！下面全是。这个中间这个是我小时候啊，应该是初中的时候特别想搞的一个，小学初中的时候，只不过当时因为价格太高了，毕竟小孩嘛，没钱嘛。然后这个风之谷我有听过，有拍到吗？那个英雄记就是这么办的。对，风之谷我是听过，他以前是在那个岳父广场就很有名这家店。你给个大景吧，你给个全景。老汉一米九。我还是觉得，哎，我觉得在动漫新城就是很多中古物那种东西，但是在这边感觉新品会更多一点，你知道吗？还是他这里确实太全了。觉得你会感兴趣？哇，我对这种老物真的，这个是我之前第一次在深圳那个动漫展买了一套回去合体，真的帅，真的那个人。对，就是。还给这个人的，原来有这个，就是包装盒外面都有什么立绘哦，要不是立绘就便利贴贴的。哦，这个我发现这一列好像看起来就是这种比较中古，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好旧啊。这个就是盒子单纯的 SIC， 而且这还是一个不可动的。本来娃娃吗？我靠，这也是娃娃。龙骑猎骑，有点想搞啊。有旧一号强人龙骑。然后，夜骑想没有没有我不喜欢的，我靠，这得50两盒，还挺划算，必须买两盒。响鬼，哦，筷子，哇，他这个眼睛是透光的耶，这是那个什么来着？我一直记得他好像是跟什么宇宙警察有关的东西，还知道。这个筷子好这么大的眼睛，笑死我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现在我们在这里逛了多久？将近2个小时。哇，将近两个小时，真的。真的虽然不大，但是真的很好逛，你懂吗？而且就是那种你想去消费，但你不知道从何下手的感觉，你懂吗？到了，我们已经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看到了很多很新奇的东西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来广州啊，然后来小西关，是，非常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的探店就到这里结束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啊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Wanna be your hero 繰り返される無償の